있습니다. 전화 뭐 조화 뭐 지동 한수 뭐 요번 순창 但现在是 120的代奖 120的代奖 现在是顺畅的 假如说你改变代偿 改到200 200的话 需要调整这个灯蒙倒数快慢逆时间现在是改变代偿从带短改变代偿的时候需要调快逆时间调然后启动看一下但现在速度还不够 如果说代偿改变成带短的时候也是要调这个端风刀数要调慢一点顺时间你大概如果速度不够的话它会拉磨扯磨它会把这个带拉烂扯在这个磨 直到它不拉磨为止，这样就可以了。